再来来看是这伊甸基金会伫漳州福利中心举办年终围炉的活动，邀请到一两百个弱势民众做伙来吃好料的。这基金会表示，伊是真感谢社会各界人士，大家做伙出钱出力来关怀这些民众，让伊买当来感受到社会温馨。伊甸基金会今日头一届伫彰化县举办了年终围炉活动。有来自县内一两百位这弱势民众，大家做伙伫遮食饭。根据基金会表示，真感谢社会各界人士，真侪人是出钱出力来协助，或者活动更加圆满。每年阮都非常关心遐社会弱势的人，所以阮今年为台湾头到台湾尾，阮办了18场的活动，就是希望讲会使你借着这块活动，和社会弱势的朋友。在这享受到温暖，所以真感谢我们可以在这里吃到社会的气力，政府官员的气力，企业团体的气力，来做会让这需要的人来得到安慰，得到帮助。立法委员陈柳芬也特别来参加，他表示伊甸基金会关怀社会还是真肯定，这一次又特别举办了围炉活动，或者弱势民众会当做伙来吃好料，实在是真大心。也好有这社会各界会当甲这伊甸基金会同款做伙来关怀这个社会，或者弱势民众也会当感受到社会温暖。很多人啊，不管在哪一个团体，很多人在照顾我们这些啊需要照顾的朋友。那刚好啊，又一个那个过年快到了，那相信说在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照顾关心之下。我们这些需要照顾的朋友啊，真的要感谢很多人。那这些人都是为我们社会上在默默付出，在为我们社会上努力啊的在做啊，所以就是啊，我们平常的话，我们啊只要说好话，存好心说好话。那更感谢我们伊甸基金会啊这样一个安心计划家的计划啊爱围炉的这样一个活动啊，让我们这些啊需要照顾的朋友。啊，真的是再一次的啊，享受到这样一个啊福利，再一次的享受到这样一个温暖。伊甸基金会这两年在彰化县成立了服务据点，透过这社工人员来关怀县内弱势民众，从目前服务的这规模也愈来愈大，所以今年一个头一届来举办了年终围炉的活动，因是真感谢社会各界对因的支持，或者今日围炉活动是办了真成功。就是新闻蔡刚平参会报道。